我要卖你金价就好啦。
全部五个人计包尾啊，一半客人唔免五百，三百到尾就系300块。我后尾就回抢一包三百，几万块钱？你唔爱食这啊？卖给我算几只啊？我唔包你卖啊，四个就好。五百你个买袂着，三百。小姐，来几万块钱？来头。你赚到，我无你安尼卖，真当没有对我卖过。来头前我收一个。唔好安尼卖，我无你好笑的。因为我爱赚钱，头前要来抢嘛。来头前要过来。几百拢无饲啦，你相信我啦。这样才百倍啦，无啊，卖袂落啦，我无卖去。百倍啥物事啊？无甲你算较贵啦，百倍够紧的啦。来香果吧。是。百倍哦。感觉看我迄个物件袂安尼。唔捌啦，相反唔捌啦。好啊，这箱这箱我先甲扛的，这箱要愈贵。轻的。这箱要愈贵，迄箱就无在就好啊，这箱咱先甲扛的，无要紧。嘉音，你敢有时间？恁这果冻便当食食啊无？20块落啊，几个拢无要紧，20落啊。行。五分咯。来者。20块便当食食，变成20块。两个。来者。我咧爱困啊。两个。来两个，春节呢哦，中波回春节哦，水哦，三个，今天感觉无啊无用哦，他做你几个？三个，20个回来无？你若无人要摕钱，就是你大家人家才装包烟哦，我无要留一粒哦，20块拢有啊哈，来。四个，阿叔，来当轮流啊喂。八个，来，第几个？我四个。安尼总共7个，你先起，你先起。阿叔来，你先起。好，我十个轮坐，休息。真正送你也无甲你骗的，你阿多我送掉，敢有够一只？我无送你啊，可能你来先拢送了。对啊，他早来。你阿要送的，他早来。来，先过过。来，他早上提，这是破钱啊，100块。哦，几多钱？来，过来。开始。哦，好啊。我等我卖掉，你要搁赔起啊？好，鲑鱼头好，啊个起司嘛袂歹，来，先甲你介绍第一箱，啊，够人看做恁介绍无？会使点菜啊，免等哦，不用等啊吼。来，第一行，好，甲你介绍者，起司洋葱圈。哦，起司洋葱圈，伊迄样外口洋葱圈无同的所在，伊内底有加起司，哦，佮有加鸡肉，哦，试食看卖，哦，全条食拢要包着，哦，试食看卖，少食100条，100块，起司洋葱圈100条，100块，起司鸡肉洋葱圈100条，拢有啊吗？有啊，100块，佮有人买无？起司鸡肉洋葱圈100，拢有啊吗？通通有了哦。哦，一项哦，其他一项我卖到的，原封的。来，我知影这啥无？哦，鲑鱼头，哦，红肉鱼头，红鳞鱼头，哦，酱食鲑鱼起价，哦，伊鳞大，哦，伊头，哦，买啥物拢贵，哦，鲑鱼头，这即马日本料理，行行的，绝对7-5，两块，拄啊行好。1500，加卖只1500，1000唔免，来爱食500条，500块，500条，500块，啊大麦啊，大麦看一下，大麦鲑鱼头500条，500块，500条，500块，500条，500块，来那边500，好，这地个你，这地个送你，这边个你，这边个送你，这唔知几斤啊？全部有带5个人客。向心提捷新娘，300来了，300块，
鲑鱼头三百就要三百块，三百就要三百块。鲑鱼头、红肉鱼头，等于煮米索，用红的拢赞的，三百就要三百块，拢有啊吗？通通有了啦哦。还有鸡腿卷哦，要吃鸡腿卷吗？啊，来要吃阿里山棒棒腿，哦，这五支鸡腿等于用我烧就好了，清了一千块，清了一千块。来，我五包五包帮你装起来了，这就是真正好吃，哦，人袂一开口去松手，这真正好吃，包来第五批。阿铁，我包我包这。哎呀，阿婆你过来别去啊！你工作多。好。来，到人要吃鳝鱼。哦，阿姊也看见鳝鱼，这算鱼头吧？哦，这一包哦一半。小米一斤二啊五的话，哦多好，一半带四包，两包给你。海鲜也要八百、六百，拢唔免先提钱先赢。五百就好，鳝鱼头刀五百就好。哦，当然要蒸，哦要炊，啊是剁剁的，用鸡卵、红椒落去蒸，也葱仔煮嘛足好食。五百，来买五百，一包给你。招恁一个人客，五百就好，500块。这三包四斤，一斤切200就好，卖你。